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你答应做我女朋友了吗？你抱住我的时候正大雨滂沱，我心里有一颗彗星悄悄降落，它在你眼中停泊，看见了我的承诺，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。终于你走进了我生活，毕竟我们错过那么多。这只能说明你专制独裁，很没品。感谢你对球球的收留和照顾，欢迎你成为球球的二号铲屎官。经纪人不是点石成金不费吹灰之力的魔法师，而是一点点努力把他们培养出来，推到目前的养成室。我选好餐厅之后发你微信上面，看看我能不能在一众路人中找到你。我愿意。你抱着我的时候正大雨滂沱，我心里有一颗彗星悄悄降落，它在你眼中停泊，看见了我的承诺，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。因为遇见你我把鞋子都踏破，我这一生都不曾如此深爱过，我为你放出所有魂魄，超度了我，我要变成一颗远方的彗星，永远为你闪烁。是啊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就像你说的，经纪人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点石成金的魔法师，而是要付出自己的心血和贝代理人一起成长，把他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的养成师。继承，谢谢你。继承。